会担心变老这件事？担心，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啊，我觉得也要合理化，因为我现在有点不太合理。对，所以现在有点在乎，对。没有，我不是，我不会在乎这个。对对对对，因为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嘛。那我觉得就是跟着走。对，那或许我要谢谢我妈妈，因为本身妈妈的这个基因条件也很好。不合理是？就是像，就像对对对，不不不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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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朋友见到也会觉得，哎，你们就是称赞很多嘛。那我觉得，因为今年也蛮多跟你同辈的都要迈入这个岁数。对，两位同学啊。哦，对啊，两位同学啊。大家表保养的。对啊，你看他们都保养的比我还好。你现在跟小孩站在一起，人家会觉得兄弟。而且他现在又那么高。对啊，现在很高，现在到175.3吧，哇，很高哎。对，175.3，他的目标是希望到183。哇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他也很努力，不停地打篮球，有没有打篮球？对，应该是可以，因为现在14岁嘛，对，要满15岁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条件。对，因为基因像妈妈，不像我，所以我就比较安心一点。这段时间60公斤是我昨天量，对，可以说是巅峰，我觉得蛮开心的，就是终于有达到。之前我觉得一直太瘦，因为我平常不太吃淀粉，那后来我发现吃要还是要多吃点淀粉，比较有热量。哪是碳水基因本来就不用再太高，就是整个跟你融成一个。对啊，那个应该就过海关没有？会啊，过海关会叫啊，会哔哔哔啊，对啊。但这也不是重点，已经过去了。练车可以了，对，但是做任何事情，我想现在就是会跟过去不一样吧，因为毕竟经历一些风雨，我想各种事情不能有着一个，譬如说侥幸的心态，我想对任何事情会比以前更加的严谨。应该很难阻止吧？